商，哦，这个商字的角啊，写的都细细瘦瘦，其实细瘦的东西比较接近中锋，还有写的灵巧，不要把它写的呆了，虽然细瘦还是有笔有弹性，有弹性才有生命力，不要把它写的都一样瘦，瘦里面其实还是有稍微有点瘦跟普通瘦，各和瘦，哎，写这种经典哦，不要急，这种经典的字哦，看准再写。商，上面粗，下面细，这边细，这边是粗。